那个小子，好像我朋友，我看是不是？哦，不是，黄渤。嗯，黄渤的电影也挺好看啊。这谁？明星的装扮就不同，就感觉跟他们站一块压力还是很大，人家那一看就特别的帅气。你看这个啊，看这个不帅，你看本人比镜头里还帅。啊，那林宥嘉刚才我也没认出来，林宥嘉他要走红毯了。这我们20万一起的编剧老师，大编剧老师在吗？谁？来，抖音。